香港1997年第一次爆发禽流感，之后活鹅鸭转为中央屠宰，但是结果证明成本高，无法和内地冰鲜鹅鸭竞争。西环屠宰场濒临结业，目前本地再没有活鹅鸭供应，而冰鲜鹅鸭大部分由内地进口。政府一意孤行咁喺西环做一个中央屠宰场，我哋被迫嘅情况下边咧冇办法，咁我哋被迫咁入咗去从事呢个行业。咁当时入嘅时间咧就系有16户喺度，啊咁啊3年期间咧，咁啊只系剩翻个空壳嘅西环屠宰场喺度，租金贵、人工贵、水电煤贵，同埋喺政府嘅掣肘下面运作啦，同埋喺国内冇网管嘅情况下面运作啦，咁啊变咗我哋出嚟嘅。雖然話個質量係好，但係配啱香港而家咁嘅咁疲弱嘅經濟咧，咁變咗酒樓食店咧都會考慮用平嘅貨啊，咁樣變咗我哋係完全個貨客咧就俾佢搶曬佢啊咁樣。輸港冰鮮鵝鴨數量並冇限額，以至供多價賤。香港每日平均進口30000隻，生意額60萬。佢要係做你嘅生意一樣可以，其實我家裏賣都俾咗佢嘅，佢同佢又熟嘅，佢攞佢嗰張嘢又吸引一張俾你，但係佢嗰啲熟咗又唔使嗰張證攞俾你咪又 OK 喎，冇咩話唔得㗎。但係即係話我哋呢度，即係話佢走輸出去嗰陣時候，佢出一格，咁點解日日就係出格？咁反正我俾過你，俾錢我得㗎啦。唔出奇啊，死嘅都劏埋俾你，都唔出奇㗎嘛。你識啲人咧，我哋真係全中國咁大，講嚟啊，全國咁大，嗰啲農村都冇講話禽流感，禽流感，為啥唔為啥？反正我嘅死咗嘅人都溝你慘咪上。呢度係深圳專門提供冰鮮鵝鴨俾香港嘅加工場。都唔見得關你咩事？咁我哋加工機上嚟嗰啲檔口啊，有冇我哋負責任啊？我哋應該兒童始終記咗佢㗎。係嘛？俾我得閒同你檢日㗎，偷幾千粒俾佢檢日㗎。同佢宰前二號，宰後二號，一隻要收4毫，正常嘅文件落就。咁你話隻鴨爭幾多錢啊？佢又同你檢日啦。咁係咪真係要檢日㗎？有，佢寫埋檢日證同埋證俾你㗎嘛。但係我哋話唔使你嚟啊，你同我抽檢就算數啦，唔好收我咁多，收埋我咁多死緊㗎。我自己管自己，我賺都賺唔到4毫一日，我要咁講，如果劏雞啊，咁咪俾埋4毫你咪死啦！我加工費1蚊一隻，俾夥計5毫，水電又毫釐主，膠袋幾分錢，燈又毫釐主，我賺毫釐2毫主隻。鏡頭所見，屠場嘅衞生環境惡劣，每一個鎮都冇正規劏房啊，都係叫咪叫咪劏嘅咋，係嘛？交個通文明簡單啊，係嘛？要符合衞生條件，又淨係手術搞四年啦，搞呢件嗰件都嘢，私人一日做個120個鴨，頂住啊！咪仲要偷湯嚟送俾人咧，嗰啲勁啊！嗰啲嘢一難明啊！深圳清河區嘅呢間叫做有規模嘅屠場。有啲屠房不過係一間石屋，劏雞、劏鴨、剝皮等工序都喺屋裏邊做曬。嚇、啊！快啲啊！工人咧，淨將只腳凍曬喺個池邊嗰度啊！有時可能甚至叉咗入去個池裏邊啦。所以個場嘅環境唔係話咁乾淨，或者工人佢係著住嗰對靴周圍行嘅，甚至可能行翻去一啲有活鴨活鵝嘅地方，然之後又走翻嚟繼續做嘢嘅話咧，咁啊有機會將佢鞋嗰度所帶有嘅一啲嘅細菌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污染物咧，就帶翻去嗰啲鴨鵝嘅肉嗰度啦。唔戴手套，如果譬如話嗰個工人佢係身上，譬如話皮膚嗰度帶住一啲可以令人致病嘅細菌咧，又或者係一啲腸道感染嘅細菌咁樣咧，佢有可能咧就會帶翻落去嗰啲揩咗上去嗰啲雞肉表面啦，冰鮮嘅，佢只係儲藏喺4度嘅温度嘅，個温度咧就未必一定可以將呢啲細菌咧就完全殺死。
唔係危言聳聽，我只係作出一個最實際嘅預測，可能會越嚟越多，越嚟越密。我哋每年花喺監控禽流感嘅經費係3200萬。李刘在新界经营鸡场40年，养的鸡只感染过各种疫症，但是从未试过而家咁心惊胆跳，日日喺度等渔护处人员嚟鸡场巡查，分分钟担心恶运降临。每人问正唔正常啊，啲鸡啊健唔健康啊，日日都嚟过咯。渔护处2月指示鸡场做好防御措施。包括要有消毒水池清洁出入车辆，要捉网防止雀鸟飞入鸡棚传染病毒。地方咁大，你好难做，点封咧？咁大地方，我而家封咗部分啦，佢可以由个窿度捐翻咗捐入。你雀只好细啫嘛，我啲试过围过唔掂嘅，即系你层咧同你鸡毛封实晒，好犀利啊封实啊，始终我都话抌咗出嚟唔用得。最近呢次禽流感係喺錦田一帶出現，已經被列為疫區，到而家仍然未解封。25個雞場24小時有護衛看守，閒人免進。雞場被封，復業無期。第一次禽流感，政府引入冰鮮鵝鴨，而家政府正研究引入冰鮮雞。我哋同時咧都會面對大陸嘅冰鮮雞嘅競爭。咁我哋行家嚟講都係比較悲觀少少啦。冰鮮一推落嚟，肯定個價格會低噶啦。咁你仲邊有得做咧？幾時開始放寬冰鮮雞入口呢？食環署仲未正式公布，但係而家已經有人偷偷地運啲冰鮮雞。位於深圳市清河區呢個屠宰場。行內人都叫佢做示範屠場。早幾年香港放寬輸出冰鮮鵝鴨，已經用全機械吊臂生產。負責人話：為慳皮費，而家只用嚟招呼外賓參觀先開動。呢日早上7點，正規屠場水靜鶴飛，工人就喺場外上落貨區，將過千隻活雞就地屠宰。負責人表示，佢哋會將呢批冰鮮雞走私落嚟香港，即係要冰鮮啲就唔係話好，即係睇點樣出咯。即係我哋老細都可以搞，五豐行啊，所有百佳啊啲都喺邊做到，而且個正行就出啦。咁佢又有其他行唔做出噶嘛？呢條湯雞就跟納車走。你佢冇單止過場嘅咧，阿姐。他話：呢啲冰鮮雞係會跟深圳公明一間有冰鮮鵝鴨出口香港嘅公司嘅運輸車運出香港。而家其實好多市民都唔知道有咩地方買到冰鮮雞㗎，所以暫時啲雞全部嚟香港係冇標籤、冇日期喺度㗎。擺凍咗之後咧，就當新鮮雞咁掛喺度賣啲遊客。嗰啲都係新鮮嘅，嗰啲唔係凍啦，真係。嗰啲冰鮮。冰鮮雞。就嚟香港冇新鮮雞食啦。佢係寫新鮮，新鮮的嘢，即係好聽啲咁解啫。呢間位於深圳公明嘅工場，總經理話：食環署呢兩日會上嚟視察，睇下佢哋合唔合資格成為首批輸港冰鮮雞場之一。準備呢兩日嚟，我唔好似佢哋咁講咗嘅，我真係種埋花種埋草啫，睇過先見，俾你哋香港人食。咁睇你個設備咯，睇你個環境得唔得咯，睇你個齊唔齊咯。運作咗半個月到，半個月之前先至做好嘅，我以前未做好嘅。咁我係為咗香港出冰鮮雞而做嘅呢條生產線，加上深圳有10間可以運作，可以做嘅，暫時批咗。但係10間你睇香港食環署俾唔俾咧，仲未知。
禽流感接二連三爆發，政府曾經多次停售活雞，同時開始研究從大陸入口冰鮮雞，希望早日解除威脅。但是專家說冷凍處理並不可以徹底消滅病毒。如果那個雞本身是帶有禽流感病毒，那你將它殺死了，即是冰鮮或者雪藏，那這個處理的步驟本身就不可以完全殺死了禽流感病毒。即是你就算沒有換口家禽，如果你即是沒有一些相應現代化的措施，那即是差不多可以肯定會出現其他傳染病的問題。至於你衛生做得不好，就可能到時即是困擾我們就不是禽流感，是其他的病毒、其他的細菌的傳染病。香港每日屠宰活雞大約100,000隻，活豬6,000隻。食用雞肉、豬肉以新鮮為主，冰鮮類主要是豬肉，一日入口30噸，600隻豬左右，斬件冰鮮之後，每日由泰國空運到港。冰鮮咧，又係入冰又得，鮮又得，所以就成為咧法例上嘅灰色地帶啦。冰鮮係點樣嘅咧？冰鮮係要喺屠宰咗之後，馬上喺0度至到-4度。嗰、那個冰凍櫃度擺4-8個小時，然後運到去街市，運到街市好，超級市場好，仲要擺喺個冰櫃裏面，亦係0度至4度嘅，咁嚟賣嗰啲叫做冰鮮。我哋唔反對冰鮮豬肉，但我哋希望即係處方啊嗰邊咧點樣去監管同埋點樣售賣。據入口商講，泰國冰鮮豬肉價錢平20%，仲可以慳埋屠宰同斬件嘅人工，搶咗新鮮肉台10%生意。啊，睇住，唔該。新鮮豬肉相反批評政府雙重標準，對新鮮豬隻採取扣驗制度，但係對冰鮮豬肉就採取抽驗制度。嗰只豬一入到去咧，就要等2小時後驗尿個報告，係冇哮喘藥嘅，冇食過其他藥物嘅咧，就可以聽日劏。如果假使間咧佢發現到佢係有哮喘藥嘅殘留喺度咧，嗰只豬咧就係唔准劏嘅，扣留嘅。如果假使間聽日再驗過係冇事嘅咧，就可以全劏。如果假使間仲有嘅咧，就係銷毀嘅啦。入口冰鮮豬肉。目前政府如何監管？將來入口冰鮮雞肉又點樣呢？食環署拒絕接受訪問，亦唔俾我哋拍攝泰國冰鮮豬肉嘅檢疫過程。由泰國運嚟嘅冰鮮豬肉，曾經3次因為驗到殘留哮喘藥而被罰暫停進口。得其中一間入口商協助，我哋到泰國訪問到出口商。位於曼谷以西拉出普利省的呢座農場，每日供應大約160隻活豬到出口商的加工廠，抽血同驗尿合格，晚上就會送去屠宰。之後再經過檢驗、切割。同冷凍等程序。第二招用盛有乾冰的發泡膠箱包裝好附運，附運前貼上編碼和農場記號。資料顯示，任何國家要出口冷凍肉類到香港，必須有當地認可部門的衛生證明。以試運形式，頭3批扣留檢驗，跟住3批抽樣檢查，無需扣驗。如果都合格的話，以後入口只需要隨機抽樣。食環署話，新鮮肉同冰鮮肉在本質上有很大分別，所以採取不同的檢驗模式。出口國的監察水平目前是監管冰鮮肉食用安全的重要依據。泰國的出口商話，冰鮮豬肉擺在雪櫃銷售期是3至7日。
本事啲漏。上次發生嘅問題係因為農場出錯，而家禽畜發展部執法又好嚴厲，農場養嘅豬如果要出口，一定要遵守佢哋嘅標準，確保出口香港嘅豬肉係要百分百安全。試過幾次被罰暫停出口香港之後，泰國政府對所有出口農場的監察工作已經進一步加強。泰國禽畜業發展部說，他們國家以往法例寬鬆，豬農普遍使用哮喘藥。現在情況已經好轉，通過改良豬種，豬肉品質得以改善，所以用哮喘藥的豬農已經越來越少，我們估計應該少過10%。香港一方面依靠出口國把關，另一方面入口的時候只是抽樣檢驗，又為免冰鮮肉變壞，檢驗結果出之前就先放行，不過到驗到有問題要回收就可能太遲。根據食環署資料，進口商必須提供批發商名單以便追查。泰國冰鮮豬肉每日清晨由曼谷空運到港。這天凌晨2點多，我們分別在旺角、深水埗、中環、灣仔街市見到由泰國來再有冰鮮肉的發布交商。冰鮮肉一日入口30噸，大約600隻豬，其中80%以上流入零售市場。你放在冰櫃的街市你都不去買了，一有冰櫃你當然是冰鮮，誰會買啊？而家因為冇法例規定，相反要用標籤清楚標明冰鮮肉同新鮮肉之別。為咗賺多啲，有肉台將冰鮮肉當新鮮肉去賣。基於因為好多零售點咧，佢都唔想俾佢啲客人知道有咁嘅事。就算係知道都好，唔好俾佢見到。我哋做入口商嚟講，都有一個難處喺度，又要去應付食環署。佢係需要一定要我哋要交每一個銷售點嘅資料俾佢，咁但係銷售點咧又唔想我哋交佢嘅資料俾食環署，咁我哋又要想做生意，咁我嘅處境就相當尷尬，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咪本地豬嚟㗎？係我哋查交貨啫嘛，而家本地啊嘛，本地合理同埋。买一件但是在目前的實際環境裏面來講，亦都不容許有第二個選擇。問題就是市場的消息太負面了，導致到他們根本都不敢告訴別人他們是冰鮮，他們說真的連生意都沒得做。市場上你又混在一起賣的，相信不只是豬肉一樣東西，魚也都一樣，冰鮮魚、新鮮魚他都一起撈埋來賣，都是那個牌照。新鮮肉類相反代表認為政府對冰鮮肉監管不力，而家內地仲放寬埋冷凍肉類配額同代理限制，對佢哋賣新鮮肉嘅生意威脅更加大。如果真係完全監管嘅，我哋仲有啲生存空間；如果監管得唔好，我哋真正唔係話危言聳聽，真係玩完嘅。入口冰鮮鵝鴨令本地鵝鴨業一命呜呼。入口冰鮮豬肉監管不夠，既搶走新鮮豬肉生意，又威脅食物安全。政府如果要放寬冰鮮雞入口，必須從中吸取教訓。我們是很應該在這個時候真的用心，即是想一想，香港為了保障即是現時業界的個運作方式，以及為了是要吃新鮮雞，我哋個社會究竟係需要付出乜嘢嘅代價呢？香港政府官員如果採取嘅態度就係有就冇問題，不如你唔好存在。
農場更新設備啦，技術提升啦，防疫制度全面執行，呢啲係一個其實歸根究底，治標唔係治本唔係治標嘅農業政策，好緊要。